这是根据职棒六年的这个版型所做的复刻，大家看一下红色的球衣，这个看起来有点像，但是其实细节有很多不一样。然后我们用了日本进口的布料，夏天不热，冬天不冷。Dragons 的字样在上面非常的帅气。然后我们白色的球衣也是职棒的另外一个复古版，但是我们用比较新潮的英文字首，也是美国大联盟的趋势，用一个英文字来代替球衣，然后白色的线条非常的优美。